我弟弟也是家庭的一份子，所以整个家庭的维持生活也是他在啊负责的。说现在我弟弟不在了，说我家里就会面对啊经济的困难这样啦。我希望一些善心人士慷慨解囊，给予这些五个孩子小孩一些帮助与支持，非常谢谢你们。感谢。